频吊水池里那人是你啊？你咋知道的呢？发朋友圈上都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、啊？这家把你爸乐的，差点没背过气去。爸，你长心没呀、啊？就你二姑娘都摔成这样，你还有心乐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扎喷泉里吗？不是，你说你掉喷泉里，那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咋没有关系呢？谁让你发的视频那着相了？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爸不知道搁哪整个视频、啊，那里边那小老太太才虎呢，大家给人抱，叭叭叭跳的。你说你抬不了那高腿，你别抬呀，叭给自己摔个小倒立，鞋都踢飞了，那脚丫差点没塞后边和尚船老头嘴里呀。你说我还能看着喷泉了？这家把我乐的，妈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你老配合我干啥，整多尴尬！快换我衣服，别着凉了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咋整？你说这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又看又看，这玩意儿有啥看的呀？有人发视频了，看有意思吗？成天看这玩意儿啊！哎呀妈呀，这不是一个小伙儿，拿个单刀搁这练去吗？练的。哎，你别说，哎。人比划这两下还行，你看着没？你看练过，挺带劲的哈、啊。哎呀妈呀，把自个脚砍了！哎呦我的妈，自己练刀把自己脚砍了，这不是个傻子吗？二姑爷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妈呀！啊！我把脚砍了。你刚才练单刀来的吧？对呀、啊。哎，爸，你咋知道的呢？朋友圈都发满了。啊？都上朋友圈了？啊！我的妈呀，点击都过万了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，自己练刀他怎么能砍着自己的脚呢？就是啊。妈呀！刚才我不是说去锻炼去了吗？在那个小广场上，我就发现了这么一把单刀。没人会练呢。我寻思我教教他们啊，我会呀、啊、是吗？我唰我就来了两式，唰唰，哎，我就看见超市那边出来一个女的，就顾了低头看手机啊，哭嚓就趴在水池子里了。我下一个动作就是这个，唰唰啊哈。掉就掉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啊，你说那女的也是，就顾了低头看手机呀、啊，水池子都看不着啊！你说她是不是二啊？她啊，我就是那二。哎哎，掉喷泉里的是你啊！你废话别说了，多磕着呢！哎呦我说你怀着孕呢啊！我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估计这孩子随我水性好。哎呀，还关心别人，这脚咋样啊？用不用上医院呢？对呀、啊，没事妈。啊，幸亏我媳妇儿每次给我买都是增高鞋，还唰把鞋跟给削了去了。没啥后果吧？怎么没有后果呢？你瞅瞅这后果啊！你瞅瞅。哎，顺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听我口令啊，按照原样再走一圈，预备，走。哎，干啥呀，爸？我发个朋友圈。哎呀，哎，你看看，你说你这老毛病又犯了，是不是？发什么发？我老发，你怎么老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呢？就是啊，你老把你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。爸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是气人有气人有笑人无你。你看你这两口子一口吐出来，气人有笑人无。我什么时候气人有了？我你发朋友圈我们不反对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，人人都有个朋友圈，你发点正能量的，你发点让人高兴的，怎么别人倒霉你就发呢？别人倒霉你就高兴啊？就这样。你跟你说，你这一点比我这朋友圈可差远了。你的朋友圈好啊、哎？我随便发一个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我翻一下，哎，你看啊，你看这朋友发的朋友圈，全都高兴。你看人家一出门，人家捡了一个奖券，捡个奖券，人家对上了，人家对了一个足底按摩神器，大家都高兴，多好啊！捡的奖券啊。去兑奖兑了个按摩神器啊！谁这么幸运呢？哎，我还真是那神器得挺贵吧？我哎呀，我跟你说，
洗脚盆、足浴盆，你到超市也得400块钱呢，500，对不对？你何况人家是神器啊！就是我们是到底谁这么幸运、啊？拿来，我看。对，谁这么幸运呢？啊！这肯定是我的朋友啊，临终之王。谁呀？隔壁王叔。啊！你王叔啊！哎呦我的天！嗨！啊！嗨！马屁往脸上拍。不是。不，怎么老王呀中个奖把你乐这样呢？我这纯属是替他高兴。对、啊，不是他得奖了，你高的哪门子兴呢？那个，他运气好啊，他运气就比你强。这也不是你比我强，人家祖坟都冒个青烟，他脚上不穿那双鞋坠着他就上天了。嗨、哎，跟他一比，我怎么这么冤呢？我这哎呀，你可别冤了，有啥冤的？啊，老王是咱们哥们儿，他中奖了，咱们不应该高兴吗？对呀、啊，大家应该祝贺。就是，再说了，老公，他好，你也好啊。说他好，我好啥呀？你好啥？